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初见配饰系列丁香耳环胸针套装的勾边制作教程。线材采用208丝40号极细蕾丝线，搭配 24K 包金材质配件和进口米珠，有三种配色可选，单个材料包可制作一对同色系耳环和一只胸针。耳环有耳钩款和耳线款两种可选，具体配色色号和钩针型号参考材料包详情。购买原版材料包可在淘宝搜索店铺恭喜手工实验室，或店铺号99350333直达店铺。如果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扫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新浪微博。单只耳环及胸针需要先分别钩织纯色和混染色小花各三朵，纯色及混染色花蕊各一朵，叶片两只。花朵和花蕊除了第二圈针数不同，编织规律都是一样的。接下来进行花朵部分的具体演示。首先进行起针，将线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右手将线圈取下，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右手拿起钩针，钩针穿过起针的线圈，绕线拉出，接着再次绕线拉出，钩一个锁针固定。接着我们开始第一圈，钩针穿过线圈，绕线拉出，钩针上有两个线圈，再次绕线直接拉出，这就是一个短针。短针上方这样 V 字形的两根辫子就是针目，大家可以在这里穿过一根铜丝做记号。接着继续勾短针，绕线拉出，再次绕线直接从两个线圈拉出。第一圈一共是四个短针，全部完成后一共会有四个 V 字形的针目。先放开钩针，收一下起针的线圈，先轻轻拉动线头，会有一个线圈先活动，拉紧活动的这个线圈。再拉紧线头，这样线圈就收好了。钩针重新挂好线，我们要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引拔。如果一开始时大家放了记号，就穿过记号标记的那两根辫子，注意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钩针绕线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这就是引拔针。引拔针要拉紧。接着我们进行第二圈，先勾三个锁针，接着我们要在第一圈的刚才同一个短针针目内勾长长针，钩针绕线两圈，穿过刚才同一个针目，注意起针的线头一样放在钩针的上方，钩针绕线拉出，钩针上有四个线圈，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钩针上还有三个线圈，再次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最后再绕线一次直接拉出，这就是一个长长针。接着在同一个针目中再勾一个长长针，完成这个长长针之后勾一个锁针，接着钩针挑起锁针下方的两个线圈，也就是刚才最后一个长长针的最后两个线圈，注意再看一次，
钩针下方的两个线圈绕线，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完成一个引拔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花瓣的尖尖的部分。接着在同一个短针针目内再钩两个长长针，两个长长针完成后，钩三个锁针，找到第一圈的第二个短针的针目，也就是相邻的这个短针的针目，钩一个引拔针。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花瓣。接着从这个引拔针上方开始，钩三个锁针作为第二个花瓣的起立针。接着和第一个花瓣一样，先钩两个长长针在刚才引拔的同一个针目上。接着钩一个锁针，在锁针下方的两个线圈上引拔，形成一个花瓣尖。在同一个短针针目内再钩两个长长针，接着钩三个锁针，在下一个短针的针目上引拔，完成第二个花瓣。之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完成第三、第四朵花瓣。最后一个花瓣完成之后，在一开始时起立针的底端引拔结束。留一小段线头，断线。将线头拉到花朵的背面，纹理较为模糊的就是背面。我们在背面织物的纹理中将线头收几针。起针的线头因为已经收了一圈，这里先不用管它。这样花瓣部分的钩织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花蕊的第二圈。第一圈和第二圈的起立针同花朵一样，接着同样是钩一个长长针，在这个长长针的上方钩一个花瓣尖，也就是一个锁针加一个引拔针。接着再钩一个长长针在同一个针目上，完成之后钩三个锁针跳到下一个针目引拔。花蕊相比花朵只是每一个花瓣少了两个长长针，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自行完成。接下来我们要制作花心和花朵的枝干部分，取出一根15公分左右的铜丝，穿上一颗米珠，将铜丝对折，从花朵的正面中心穿过，将米珠固定在花朵的中心。调整好之后，在铜丝的前端一公分左右涂上胶水，
取较长的那根线在铜丝上缠绕。大约缠绕1公分到 1.5 公分左右就可以。这里我演示的缠绕部分比较长。缠绕完之后可以向前推一下，让它比较紧凑。所有的花朵和花蕊都按照同样的方法安装好枝干之后，剪掉多余的线头。较长的线头可以先留着，如果之后觉得缠绕的枝干不够长，可以进行补充。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花朵的定型，取出河水1:1稀释过后的定型液，在花朵的背后用笔刷涂抹。涂抹均匀之后，可以使用镊子等工具来调整花瓣的形状，直接用手也是可以的。所有的花朵在进行组装之前都需要先定型。涂好之后，自然晾干就可以。花蕊的定型液是涂抹在正面。刷好之后，同样用镊子或者用手，将花蕊的4个花瓣向内对折。用手指将4个花瓣向中间捏在一起，稍微捏住一会儿，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花蕊的样子。自然晾干之后就定型了。接着我们进行叶片的钩织，先在左手上挂好线，用大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右手拿起钩针，钩针放在线的后方绕线，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再次绕线拉出，拉紧线头，这样起针就完成了。这一针不计算针数。接着钩8个锁针，8个锁针完成后，我们取出一根15公分左右的铜丝，将铜丝放在线和钩针之间，用手将铜丝和织片捏在一起，钩1个锁针。接着钩针挑起钩针往回数第2个锁针的一根辫子，也就是起针时第8个锁针的辫子，同时穿过铜丝的下方钩1个短针。接着钩针绕线，挑起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绕线拉出，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直接拉出，这是一个中长针。接着我们要钩长针，钩针绕线，挑起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绕线拉出，再次绕线，从前2个线圈拉出，再次绕线，直接拉出，这就是一个长针。继续不加不减，再钩2个长针。注意每一针都是围绕着铜丝在进行钩织。接着钩一个中长针，再钩一个短针，最后钩一个引拔针。这样叶片的一侧就完成了。我们调整一下铜丝，让它对折的同时左右是差不多同样长度。
接着勾一个锁针，顺着转向另一个方向，勾至叶片的另外半侧。另一侧和刚才这一侧是对应的，也就是要先勾一个引拔针，在刚才那个引拔针入针位置的另一侧，挑剩余的两根辫子钩织。接着在下一个锁针上挑剩余的两根辫子钩短针。接着是一个中长针，同样注意勾的同时要包裹铜丝。接着勾三个长针，接着是一个中长针，最后勾一个短针。最后在另一侧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引拔一针，结束叶片的钩织。单织耳环或单织胸针一共会有两片叶片，其中一片大约留10公分的线头就可以，另一片要留80公分左右的线头，用于枝干的拼接。断线之后调整一下叶片，因为固定了铜丝，叶片不需要用定型液定型，也可以轻松调整形状。叶片的枝干同样是用胶水涂抹之后缠绕1公分到 1.5 公分左右，建议不用缠绕得太长。花朵的定型液晾干之后，我们先来进行胸针的组装。按照一定的规律或者按照自己的喜好，将不同颜色的花朵以及花蕊叶片组合，但是要注意花朵和花朵之间尽量靠得紧凑一些，这样成品不会太过于稀松。组合几朵之后，就可以先用其中一枚预留线头较长的叶片的线来缠绕几圈固定，之后再将其余的花朵固定上去。由于枝干全部都是使用铜丝制作，所以在固定好之后仍然可以轻易的调整形状，大家不用太担心自己调整的不好，只是一定要记住花朵和花朵之间尽量要紧凑。制作胸针时，背后有一小块部分可以不用安排花朵的位置。稍微固定缠绕一两圈之后，大家可以将多余的线头以及一部分铜丝先剪断，接着涂抹上胶水，继续缠绕固定。在缠绕一段之后，继续修剪掉一部分铜丝。这样子枝干不会一直保持很粗的样子。胸针的枝干在缠绕到3公分左右，可以先停下来，向背后我们预留的这个空隙处稍微弯折一下。底端的枝干大约露出一点点就可以了。我们要在背后弯折的部分固定胸针。在这部分的铜丝上涂上胶水。
将胸针和枝干捏在一起。继续缠绕。胸针上方也涂上一些胶水。胸针部分全部固定好之后，在末端的铜丝上再绕几圈，将胸针合上，将枝干向后侧弯折，调整好位置，找到和末端对应的上方的花朵枝干。将枝干末端和花朵的枝干稍微缠绕几圈固定住，补充一些胶水。再固定几圈。断线。将多余的铜丝修剪掉。调整一下花朵的形状，尽量让它们靠前，也可以相应靠下调整一下，挡住更多的枝干部分。接着取出一个开口圈，用开口圈辅助工具打开，穿过之前枝干弯折后留下的空间，放上贝壳珠，合上开口圈，这样胸针就组合以及安装好配件了。接下来我们进行耳环部分的组装，和胸针基本类似，但是耳环部分建议花朵之间的距离更加紧凑一些，会显得比较精致。同样调整好几朵花的位置之后，先缠绕两圈固定，再继续。耳环部分为了让枝干不像胸针部分那么粗，我们要更提早的将一些多余的枝干修剪掉。用同样的方法缠绕出枝干，同样在缠绕一段之后，均匀的修剪掉枝干，让枝干慢慢的变细。耳环部分的主枝干大约缠绕出2公分左右就可以了。之后向内弯折，
将多余的铜丝修剪掉，补充胶水，将弯折的顶端部分和枝干的前段绕在一起，这样末端会形成一个空间。缠绕几圈之后就可以断线，固定线头。耳环部分的配件可以安装在枝干上，也可以安装在上方花朵的枝干上，也就是花朵可以朝上也可以朝下，根据个人的喜好。这里我们要将耳钩部分安装在花朵的上方，所以按照这样的方向调整花朵的形状，尽量将花朵调整成一个花球的形状。接着用开口圈穿过底端枝干预留的空间，穿上一颗贝壳珠。用另一个开口圈，在顶端中心的花朵，这里我用的是一个花蕊的枝干上，穿上这个开口圈，固定上耳钩。如果是耳线，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固定。最后再调整一下花朵，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丁香的制作。恭喜手工实验室，感谢您的观看。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就拿起手机扫码关注我们吧。